谁要的活珠子，赶紧来签收。往哪儿扒皮儿啊？整的是大葱，那个大葱太辣了，给我辣出来鼻涕了。哎妈呀，我以为这个大葱能甜呢，妈太他妈辣了，甜的大葱真老好吃，可能只有东北人才知道大葱甜的可好吃了。头上弄的什么？汤汁吗？